球在阿斯卡的手上，这次的切入剩下一秒钟，时间到，插板进。在找机会，是高国豪自己切之后给到好球。简单来说就是戏很多。是啊是啊，这个高国豪用自己的直接用自己突破的能力传小球给塔比。高国豪一样在挑战进球，右边来一个。人道掩护，他创造出非常好的进攻的空间了。高国豪在乱军当中，这个难度高啊！阿斯卡高，硬换。高国豪也是很敢打这个球，防守补位已经站得非常清楚啊！他从人缝当中跳出来。李明，高